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做这一道蛋包豆腐，鸡蛋包上豆腐。好嘞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材料有什么。青葱，把葱白的部分先切成葱花，然后这个小米辣把它切成圈，三颗蒜头把它切成蒜末，青葱的部分把它留在这里最后做装饰用，然后买了一块板豆腐，我们现在就来处理这个板豆腐了，大概切成一厘米的厚片啊，切好之后中间再来给它一刀，哎呦，这个也是我们在网络上学习的方法，第一次来做，做给我爸爸吃看看口味怎么样。好，切成这样，大家看一下，大概每一块就是这个样，长长的。啊，你爱怎么切都可以，没有绝对对或错，反正就给它切成一公分左右的片状就对了。我们先用三颗鸡蛋。鸡蛋看起来还好，对不对？对。没有特别新鲜的感觉。嗯。咦，今天才买的吗？嗯。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，台湾的鸡蛋现在应该是供应充足了。对对对。把它打散。我们在鸡蛋里面加点盐，这样蛋花里面有点咸味。嗯。再把它打一下。好，蛋打好，我们就准备上锅。今天我们用这个不粘锅，公司送的，我们就加一点点油，好像也不用太多哈。嗯，滑一下，不粘锅好像还是挺好用的，对啊，只是不太耐用而已。对，它用一段时间，它涂层掉了就坏了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把火关小，关到最小，对，关到很小，对，然后把刚刚打的三个蛋先把它放下来一半，把它摇一下，战战兢兢，没做过嘞。好，这个关到最小，下面有一点凝固了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时候我们来排这个豆腐。对，叫我这大老粗排豆腐，实在是手都会发抖了，给它拍拍漂亮一点啊，好像还蛮有艺术气息。你就当做那个水泥工在叠砖头啊。老公就没做过工人嘞。等一下，怎么样？好，还不错。那中间呢？中间这样。好像也可以啦，哈。好的很呢，我跟你讲，开火开火。好。哎，老婆，你要提醒我，这我没做过，我只看了三五支影片而已。我也是看影片。来偷一下，那这个要把它先等一下，让它定型，我们再来摇一下。对。好，你看它下面哦，有一点点凝固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时候我们把刚刚剩下来的一点点把它浇上来，刚好填充在这些空隙当中。最主要我是觉得这个菜这道菜很营养啊，对，卵上加卵，对不 对, 对，豆腐加鸡蛋两个都是蛋白质很好来源，最主要是我公公也咬得动，对，而且很好，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。嗯，但是别人看起来很好吃，我们的就不晓得。哎呀，一定好吃的啦。好，先给它煎一下哈。哎，看起来好像会成功哦。嗯，感觉哈。而且很漂亮，我就说天生主厨啊。因为这道菜我发现那个网络上面 Google 上面也有很多人试做，他都失败，对不对？嗯，有成功有失败，但是没那么好看、啊、可以吃但没那么好看，这样差不多了吧、嗯、有蛋香味了，很明显有哈、嗯、蛋香味出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来翻锅了，好不好？不要不要不要，偷看一眼。哎，好像还可以，好像可以的啦，已经有可以的哈。我们的方法就是先熄火，嗯，熄火哦，不然那里容易烫伤。这个就轻轻的把它放下去，你这样放下去，你没有轻轻，你是很大力，好不好？按好，按好，按住，按住，好，好，怎么样？漂亮，哎，可以哦，好的开始，看到没？这个时候也不用加火。
再慢慢的把它给。什么叫加火？不用开火，不用开火，慢慢的把它给滑下来。好，这个时候来开一点火。这看起来很像烘蛋。很像哈、哦，不要开太大。一样中小火。对对对，给它烧一下，让它凝固。这一般过来就有蛋香味了耶，而且看起来有那种太阳的感觉。什么叫太阳的感觉？就刚刚这个、啊，你看你臭屁了。十二道金牌。因为我看网络上很多都是支离破碎。技巧，技巧，技巧。错、错，好。好，这样火不用太大了哈。哇，蛋香味好香哈、哦！超香，超香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熄火。大概又煮了30秒到1分钟左右，我们就把它整个滑下来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不要臭屁。对啊、怎么样？漂亮。半成品，半成品而已，放到一边去，准备做浇头。火不要太大哈，中小火。这个时候把这个葱白的部分把它放进来，辣椒。因为这个锅子里头其实还有一点点鱼油啦。对。鱼油，不是鱼油，不是 Omega 3，还有一点点油，刚剩的。对，这时候我们就把它稍微炒一下，炒香出来。好，香味已经稍微出来了哈。这个时候我们来做调味料，加一点点的酱油，酱油，让它炒出一点点酱香味。对，很快的。因为干锅子酱香味就出来了，有没有？好，关小火，给它一点点李锦记的蚝油，贵的贵的一点点就好。哎，蚝油还是比较鲜哈、哦，对，鲜味就出来了。我们来加上一点糖提鲜，稍微拌一下，要轻一点，我知道。稍微拌一下，香味都出来之后，我们就加半碗的水。这个时候可以开大火，把它烧开。大家看这煮开咯、稍微收汁一下，我们就要把蛋再滑进去了。快要成功的时候，一定要慢一点，免得最后破功。漂亮。好，这个时候给它稍微煮一下，2分钟到了，又香又漂亮。最后要撒上一点点装饰用的葱花和辣椒，哇，老婆怎么样？漂亮。我就是个被药厂耽误的创意大师嘛，创意主厨。嗯，从明天开始，全家的都给你煮，不是啦，但是退休那一天开始，不是被公司遣散也可以。好嘞，成功！出锅，最后不能够撒鱼，1、2、3 ，yes！ 你的酱吃到外面，没关系，每次蛋都会变一半。来摇一下，摇一下，摇一下，摇一下。试吃的时候到了，来来来，刚好来了，来来来。交给你试吃，爸爸第一次做，看看好不好吃。你猜这是什么？煎蛋。煎蛋。没错，没错，里面还有包东西。好，吃吃看。吃吃看。我儿子嘴巴很刁哈。这我的小儿子。这个嘴巴特刁。哎，里面包什么？豆腐。豆腐。吃吃看喽。不错，香烫烫，香不香？香，好吃，好吃哈，厉害哈、来来来，爸爸要吃了，爸爸还没吃晚饭嘞，吃一口，吃一口。因为蛋煎起来，其实一闻就是那个蛋香跟葱香的味道，特香，而且可以看一下翻过来这一面，豆腐和下面的鸡蛋已经吸满了那个我们刚刚葱烧的酱汁。对，看到没有？对，背面香啊，好吃啊，又软又香，我觉得很重要。你吃下去还会有豆香味，鸡蛋和豆香味其实融合在一起特别棒。很少想到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哈，而且酱烧之后真的很香，鸡蛋把那个味道都扒住了，这个配白饭真的很棒。
不过明天给你带便当。带便当 ，OK。好嘞，各位好朋友，我们今天第一次试做这个蛋包豆腐，真的特别好吃。这是我们家的小儿子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声拜拜吧，拜拜，咱们明天见。